는시마로시즈메토카시고쿠모카미사리마시시오미야노난거리로우페테코라이니히사오사테시민나미로마모리와와레라타이완은아겐노시데타이완은各位同心，今麦开始上课啊！大家请坐。各位同心，今麦开始上课啊！大家请坐。各位同心，大家好，大家平安。咱今日这节课吼，要探讨的就是啊，国甲家。啊，咱这国甲家吼，伫个国际法内底吼，要成做一个国家，要有四个条件。啊，这四个条件讲起来是真简单呐。吼，啊，咱即马来个探讨者，探讨虾米是国甲家。啊，未上座的同学嘛，赶紧上座，咱即马。开始上课啊！我是新德州的吼，我名叫做王选杰吼。爱记得咱授训吼，恁这期是第86期的吼，这个期的。啊，我是第18期的，啊，高级班第3届吼。咱全世界一个听起吼，上侪人的愿望啊，就是啊 ，World Peace， 世界和平啊。哦，这是全世界吼，这样流星一个鬼手一个吼，头一个愿望拢哦，世界和平。这广告顶头吼，上侪安尼啦。啊，你知影第二个愿望是啥无？咱一般人吼，第二个愿望讲要环游世界，对不对？这拢是一般人的愿望啊。啊，唔通讲吼，钱藏咧银行，啊，人伫咧天堂吼，啊，就足痛苦的。哦，唔通安尼吼，钱吼，甲藏咧银行吼，啊，人唔能够为地下去，佫较惨。哦，爱会晓用啊。要安那达成世界和平，世界和平吼，要达成。要透过联合国，因为联合国吼，伊有一个世界和平的专案啊，即个方案啊，即个法律啊，拢会当达成世界和平。啊，为什么？那即马还阁真侪战争，就是还阁真侪人无守法，哦，无守联合国即个法，啊，就会还阁咧战争。所以啊，联合国是由这个主权的国家吼所组成的一个国际组织。啊，这个联合国吼，伊唔是国，唔过伊是一个外交的平台。哦，伊是虽然是名号做联合国，伊唔是国。哦，伊是伫个美国。啊，这是联合国的国旗。哦，这个国旗吼，橄榄枝。啊！全地球所有的土地拢划落去啊！在1945年的10月24日当时啊，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迄阵啊，拢总啊有46个国家签这个联合国的宪章，所以联合国啊宣告成立。迄阵啊，全世界嘛是46个国家呢。啊，毋过在1952年的2月初1日啊，迄天啊。已经有60个国家哦，是安怎？什么原因？因为迄阵啊，46个国家内底啊，有真侪国家有真侪殖民地，啊，遐殖民地吼独立起来了后，就阁加出来啊。啊，到目前呢，一直加，即卖已经有194个国家。
啊，联合国伫咧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啊，才成立的。哦，伊是咧取代这个国际联盟，这个国际联盟吼，迄阵啊无法度通维持世界和平，所以才会用联合国甲取代。啊，这个下联合国吼，联合国下面设有许多的机构，会当维持这个世界和平。啊，伫个大清帝国的时阵吼。这个丁伟良啊，这个牧师帮咱大清帝国翻译这部《万国公法》啊，所以大清帝国的人哦，因都捌《万国公法》，捌《万国公法》了后，就会受法律的保护，就是这部《万国公法》吼。啊，《万国公法》因知影了后啊，大清帝国都袂灭亡啊，咱。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啊，无一个国家灭亡，就是原因是安怎？就是因为万国公法。万国公法内底规定啊，占领袂使移转主权，所以啊，就算你打输啊，你用占领去啊，主权也袂去用占去，所以安尼下摆就袂战争啊。因为安怎讲？我虽然互你打败啊，无要紧啊，我暂时互你管尔嘛，袂灭国去，安尼吼。才会世界和平啊！啊，若无一日干，只要我的武力比你较强，我就甲你拍，甲你吃来，甲你吃来嘛，袂变你的。所以安尼才会世界和平。啊，大清帝国因为就是翻译迄部《万国公法》了啊，所以因捌法律，所以法律会保护因啊。啊，法律啊是无咧讲感情的啦。法律吼，讲感情就无法律啦。哦，清国的人吼，因捌万国公法了啊。中原人，什么是中原人？中原的人，因讲是汉民族的人，河洛人啦、广东人啦，这些拢叫做汉民族的人。这些汉民族的人吼，已经灭国去啊。安怎讲？因为汉民族的人吼，唔捌万国公法。啊！去予大清帝国灭亡了后啊，因就变殖民帝王。因满洲啊，满洲伊奉天的所在是以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中国啊，只那即个汉民族的部分啊，因就灭国去啊，就无家己的国家啦。你唔通就是讲咱是汉民族的哦，还是甲恁骗的？哦，汉民族已经无国家。河洛人嘛无国家，伊即卖国家是啥？即卖国家是满洲甲创造的，叫做大清帝国。啊，大清帝国并无灭亡呢，伊是去予中华民国继承。中华民国则去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所以啊，伊毋是灭国去哦，伊是继承去哦。啊，这啊。大清帝国的国旗，啊，唔通误会讲大清帝国迄阵啊，才1889年啊才建国，唔是？伊是这支国旗吼，因为伊的大赛啊，去美国的时阵发觉讲吼，全世界拢有国旗，啊，那大清帝国无国旗，啊，伊只奏请皇上啊，用这一支啊代表大清国的国旗，伫个1889年。哦，迄年啊，才定这个叫因的国旗，大清帝国的国旗。啊，毋过啊，伫咧1912年啊，这个国旗啊，都搁去予这个取代去啊。啊，这个啊，就是正中华民国的国旗，啊，做五色旗。因就是用这个啊，代表五族共和啦。啊，这五族共和啊，嘛是咧甲恁骗的，因为啊，那是五族共和的话啊。所有的语言啊，五种的语言拢是官方语言，对不对？啊，伊就是甲你讲，咱即卖拢爱讲普通话，讲爱讲北京话，对不对？啊，北京话啊，爱卷舌，哦，啊，我这个舌一直卷不好哈、哦。咱这个1915年啊，迄阵啊，拢用这支代表国旗，啊，毋过伫个。1915年了啊，就去予这支，因为1915年了啊，
中国啊分做四个政府。哦，伊四个政府吼，两个政府向日本先进，啊，两个政府吼向美国宣战。所以吼，因迄阵全世界拢唔知影讲恁中国人到底是甲人甲虾米人战争啊？一边讲，一半个人讲甲美国战争啊，一半个人讲甲日本战争啊。所以吼，迄阵啊国旗唔知道要用倒一支啊。所以伫1915年以后啊。就四种国旗，四种国旗，我伫遮无甲画出吼。四种国旗，咱上网查一下就拢有啊。啊，这支是中华民国的海军旗，哦，啊，海军旗伊北伐的时候嘛是用这支。所以啊，伊伫1946年的时候哦，定这支做国旗。啊，毋过定的时候吼，伊是敢若讲议定啊，还没有用宪法。用宪法规定的时阵是到1954年啊，54年的时阵啊，才将这支啊入宪，规定这一支为中华民国的国旗。啊，毋过啊，上可惜的就是吼，伫1949年啊，就叫这支取代去啊。所以伊迄阵啊定的啊，等于用三档尔，用三档佫袂入宪法、哦，对吧？伊伫1946年到1949年中间呢，还没有路线呢，所以没有路线的东西都还不算呢。哦，路线了才算，所以这支国旗等于是完全拢咧流亡的。哦，啊，即卖中国啊，支那就是这支国旗。哦，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咱拢知影讲，这万里长城吼，嚯、哦！号称有10000多公里啊！啊，咱来了解呢。这个万里长城哦，围起来所在啦，内底啊，则是支那的土地啊，对不对？围墙啊，外口当然是嘛别人的土地，那有可能讲围墙啊，外个恁的土地，对不对？这足简单的道理嘛，恁家的围墙一定起到恁家的地界嘛，那有讲可能讲你的围墙啊，起在你家己的内底的厨房的。啊，外靠这个，搁你的花园哦，对不对？不是安尼啦。所以啊，人伫个中城、万里长城外靠啊，这边哦做匈奴的人啊，啊这边哦做鞑靼的人啊，啊这边是女真人啊，女真人就是哦做满洲人，就是因讲的即嘛迄个满洲人啊，哦女真就是满洲人，啊因老嘛甲恁讲。哦，咱即卖吼，拢汉民族对不对？汉民族拢穿旗袍啊！哦，女孩子穿旗袍很漂亮啊！啊，旗袍啥物叫做旗袍？哎，就是旗人穿的衫叫做旗袍啦，唔是汉人啊！所以啊，恁拢甲你骗啊，互恁戆戆说啊！啊，恁人就是讲龙啊，是恁的吉祥物啊！哦，因甲恁讲，咱汉民族啊，拢是龙的传人。错了啦，龙的传人哦，是女真人跟蒙古人，伊才是龙的传人哦。汉人的传人，汉人是猪的传人哦。我较听下提建国啊，你看下面小这猪的传人哈、哦。啊，咱这万里长城啊，咱拢知影这顶头这蒙古人啊，蒙古人常用，全世界常用的，打去到欧洲啊。啊！拍去到欧洲的蒙古人吼，中国人吼，马上甲讲，吼、哦，这阮的祖先，对不对？蒙古人敢会讲，阮是中国人，都无咧戆个。中国人是东亚病夫啊，你知唔知？所以蒙古人人因是全世界常用的，因无咧做东亚病夫的啦。因绝对袂讲因是中国人，哦，卖戆啊，吼、哦。啊，这啊是宋朝迄阵的地图。宋朝啊，迄阵南宋啊，这蒙古的所在啊。宋朝吼、啊，就是去予蒙古打败。伊最后一战吼、啊，这哀门山之战。哀门山战完吼、啊，宋朝灭亡。啊，宋朝灭亡的时阵吼、啊，蒙古人哦、啊，要将汉人所有的汉人总要杀光。因为讲吼，汉人啊，无虾米路用啊。
汉民族吼是一个奴才的民族，因无需要奴才，所以吼因暗算要将所谓汉民族中台湾，啊是耶律楚材这个人吼出动。耶律楚材讲吼，你唔通甲台湾呢？哦，汉民族吼爱甲留一寡来纳税金，哦啊无吼，咱无地通去收税金，所以汉民族吼爱留来纳税金呢，哦。啊！伊本来嘛，安生讲要食所有的良田呐、啊，总要甲做做牧场，因为蒙古人是无咧种田的啦。因西北派的人吼，拢是咧饲牛、饲马、饲羊、饲骆驼，哦，无人咧种的啦。啊！因若要伫保护啦，马徛来咧抢就好啊，唔免家己做啦。所以啊，支那人啊，有自历史以来啊。就是由西北派的人欺负，所以才要起万里长城给砸起，知无？就是因为因拢一直跟抢，啊，因阁无法度呀，因为骑马战争的人稳赢的啦，伊的行动力吼足紧的嘛，所以因咧战争唔爱输啦，所以伫个布袋戏内底，因甲恁教讲分州大路剑吼，苏亚门哦，吼纯阳将足厉害。唔过吼，唔捌拍赢过。哎呀，纯阳将足厉害吼，伊个忍功搁较厉害。哦，伊个做忍他两他不理他，一直忍，忍到不能再忍的时候呢，继续忍。哦，这就是苏亚门。哦，啊，咱来知影这苏亚门伊是安怎战败，就是这个原因啦，因为伊袂晓骑马。啊，清国政府啊。是直到啊，十九世纪的时阵啊，才有这個，因直到二十世纪的时阵，才有迄个万国公法嘛，所以因才有主权的观念嘛。较早因无主权的观念呢，较早因啊，限制汉民族吼，去个大个满洲、蒙古、西藏，遐拢不准因住，因干来使住个中原遮啦。哦，这其实是或者分州十八州同款啦，啊，袂使煞汉民族吼，嘛袂使煞来台湾哦。诶，甲恁骗讲吼，汉人啊大量来台开垦，还是甲恁骗的。哦，台湾啊从来无汉人来开垦过，内蒙古、外蒙古、新疆啊，这些拢是外国人啊，啊。孙中山吼，迄阵啊，因干那想着啥？因革命党干那想要驱逐鞑虏啊，要恢复中华。啊，啥物叫做中华？因根本唔知影啥物是中华。因干那想要驱逐鞑虏呢？啊，鞑虏就是蒙古人啊，鞑靼人啊，女真人啊，哦，这样啊。啊，这就是因中国人啊，支那人吼，支那人。李小龙原来生做超安尼啦，哦，李小龙伊这电影演起来当然较水啦，不过李小龙伊真正的身材嘛是超安尼啦，讲足厉害。啊，其实哦，东亚病夫这个名吼，唔是日本人家号的哦，东亚病夫哦是英文的报纸《智林西报》吼，这个英国人伫1896年的时候刊的啦，伊讲中国人哦拢是东亚病夫啦。这梁启超伊家己嘛讲哦，什么叫做“夫中国”？“夫中国”就是吼，东亚病夫也，哦，骑麻木不能久也，哦，所以这中国人吼，拢是病夫了，视万万物通通拢共款了。李小龙吼，哦，伊家己就是讲功夫一流的。所以，因清国的时阵啊，拢有练迄神打，刀枪不入啊。问题就是出伫个八国联军吼，奇怪，那会拢枪支拍落，拢会透过。所以吼，就战输啊嘛。支那人吼，上奇怪的就是这，这的人啊，拢外国人。哦，秦始皇的时阵啊，秦始皇是羌人啊，汉高祖。是东夷人啊，隋高祖这嘛是外国的人，啊，这的人啊，拢是杀人魔王，
因这人来到中国了后，拢开始杀人。这些拢叫做入侵者，对不对？来侵略你的国家了，你阁叫伊阿祖。哦，侵略你的国家了，你阁叫伊哥祖，啊，阁叫伊太祖。这吼，恁回去找恁史学历史课本顶头拢安尼写。哦，这个明太祖朱元璋，尤其是这个元，哦，元就是蒙古人啊。蒙古吼，迄个成吉思啊，成吉思你唔通叫是伊个名，即成吉思汗。伊个名唔是叫做成吉思汗，伊个名叫做成吉思。哦，您不要搞错了，汉是皇帝的意思，哦，大汉，皇帝的意思。成吉思汗伊个意思是成吉思皇帝，伊个名唔是叫做成吉思汗哦，伊是叫做成吉思。所以啊，有时啊，咱小寡研究者无讲破，恁拢唔知影。啊，拢叫是讲伊个名叫成吉思汗哈。啊，成吉思汗拍去澳洲了，这是全世界拢知影哟。全世界拢知影蒙古人拍去澳洲，澳洲不管倒一国，绝对袂讲蒙古人是阮的祖先，对不对？甲恁拍败啊，甲恁灭国去啊，你还阁叫伊祖先？啊，伊个孙，号做忽必烈，啊，应该叫啥？叫元的世祖，哦，成吉思个叫元太祖，啊，这个吼，拢做因的祖先啊，这就是汉民族真纯的所在，哦，因足纯的，因拢讲伊是纯种的，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汉民族可怜的所在。啊，实际上哦，秦始皇是羌族人嘛，刘邦是东夷嘛，所以因即嘛用的汉字啊，或者东夷文字，对不对？啊，东夷是倒位？东夷就是即嘛韩国北韩的所在啦，满洲的所在拢叫做东夷啊。啊，楚国。咱拢定咧行棋，拢知影楚汉相争，对不对？楚就是吼南边这边啦，就是东南派。啊，汉呢就是西北派，西北派就是中建林迄派，知不知？所以因的阵营，你唔通叫是讲吼，咱是西北派，恁错啊！吼，咱是偏灭国迄派，尤其荷兰迄、那个荷兰人，荷兰人吼。荷什么叫做荷兰人？就是黄河甲洛水中啊，这些人叫做荷兰人。哦，啊，灭国了啊，汉朝嘛是去灭国啊。哦，同款啊，啊，因这就是因甲因家的时阵拢叫做汉朝啊。其实哦，全世界无人讲伊个国家叫做朝啦，迄是政府，迄个换政府。元国吼、哦、是蒙古人嘛。啊，民国是回人跟胡人，大清帝国是满洲人嘛，啊，这所有的国家统治过中国了啊，倒一国统治上好，无一国好诶，拢咧做奴才啊，所以中国人做奴才吼，做几落千年啊，足惯势诶，因伫个迄个解放黑奴诶时阵啊。黑奴吼，伊迄阵啊个计数是$1,000啊，一个人啊。啊，花工吼是一个$400，买两个花工啊，还佫找$200。所以讲吼，华人吼，华工啊，唔是讲甲咱骗讲去南洋做生意。华工从来都唔爱去做生意，伊拢去做孤立的。去做孤立的时阵，讲甲咱讲去做生意啦。哦，所以爱讲个清楚，即中国人的个性，中国人的个性拢爱讲白话嘛，因从来没有诚实过。五湖吼，就是迄只，其实五湖就是拢全世界其他的国家，北国就对了，即个鲜卑啦、匈奴啊、羯族、羌族啊，即拢少数民族。唔过因人少数民族人因真勇啊，因咧战争熬战嘛。啊，这些人吼、
一日干拢咧拍中国，因为去甲中国拍吼，都财物都黄金通好摕啦，所以因总爱来拍的。所以五千年吼的历史吼，唔捌断过啦，拢咧用拍。啊，即个野蛮民族吼，真侪拢北京人，哦，因讲叫做野蛮民族啊。啊，野蛮的民族拢共叫番啦。其他人吼，从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吼，只要唔是伊个国家的人，拢叫做番，哦。啊，番吼足先进的，人番吼拢用投票的，番是无人咧甲你抬头的，番用算人头的。哦，伫个因只五胡乱华的时阵啊，因咧战争吼，无咧炸牛草诶。即个外国人吼来甲中国战争吼，免炸牛草，安怎？因有两角羊通好食，所以吼唔免炸牛草。虾米是两角羊？伫个。这个历史顶头哦，因这中国人家己的历史哦，在公元304年的时候呢，慕容鲜卑大猎中原，大猎中原就大抢了，哦，将中原大抢了，抢劫无数的财富，啊，沿路拢掠查某囡仔，掠查某囡仔了，沿路都拢食，因为因免炸牛草嘛。啊，暗时啊，搁最好用啊，因为战书拢需要慰藉哦，所以哦，两角羊很好用。啊，伫个回去的时阵啊，行到河北易水的时阵啊，易水就是一条河啊，行到遐的时阵啊，八千个查某囡仔，啊，搁剩八千个汉族的查某囡仔，啊，食未完，食未完哦，只有个淹死，伊唔甘愿甲放掉。个淹死，啊淹死要导致吼易水河断流，这有历史的，这史书顶头记载喎。因只个作战吼，拢无咧炸牛草的，因只要掠两角羊就好啊。伫个羯族建立的羯造政权统治下吼，只个汉民众吼，伊讲做雄禽胜汉。啊，雄禽嘛是外国人，圣汉嘛是外国人，所以吼，即个汉民族啊，已经灭族去啊，几乎灭族啦，就是因为耶律楚材哦，讲吼，甲因留来纳税金，才无灭族去。历史证明吼，什么人有法度通抬中国人抬愈多吼，就会当做伊的祖先嘛，对吧？所以啊，迄阵啊。日本那是无去和美国打败啊，已经做日本的太祖、明仁天皇啊，对不对？历史是不是安尼写？咱袂记，这中国人吼是袂晓战争的，所以日本啊是去和美国打败呢，唔是去和中国人打败呢。因清国啊，中国人啊。定咧讲哦，吼，八国联军咧欺负中国人，对不对？啊，其实咧，全世界国家吼，拢足先进的，未联合起来去欺负什么人啦？人因是先进的国家，人因照万国公法咧行，都是因为清国啊，向全世界宣战，所以啊，人家联合起来去打，啊，因迄阵啊，八国联军的时阵吼。迄阵慈禧啊，向全世界宣战，所以八国吼联军甲拍，甲拍的时阵吼，八国联军不管倒一国啊，哪会当迄阵啊管中国啊，拢比支那人家己管较好，对不对？荷兰伊即卖福利嘛足好啊，日本、美国、意大利，不管倒一国拍赢中国，管中国拢比伊即阵较好。迄阵家的幸福，绝对一定足幸福的。你像讲，你即马双五伊个福利制度啊，住厝免钱，用水免钱，医疗免钱，教育免钱，这中国人永远都做不到。这就是啊，迄阵大日本帝国吼，土地。迄阵太平洋啊，
几乎所有的岛啊，拢是大日本帝国。啊，大日本帝国吼，即个岛吼，细细啊了啊，即个拢是大日本帝国的土地哦。会叫支那吼，你唔通误会，这是日本人甲因贬低支那人，唔是。支那吼，这是一种称呼，叫做印度支那。啊，叫做支那。满洲、蒙古、苏俄，有无？印度支那，印度支那就是即卖越南、缅甸、泰国遮拢号做印度支那。啊，支那地遮号做支那。哦，唔是咧，甲因贬低啦。因中国人定讲支那是咧骂因，其实支那唔是咧骂因啦，迄是地区的称谓尔啦。啊，这就是吼，迄阵啊，咱台湾高山族的去做兵啊，做日本兵的时阵啊，迄阵啊是全世界常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吼，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拢讲吼，哦，我们战争吼要战到最后一兵一卒，实际上跟日本兵做会到。日本兵吼，伫个这塞班岛之战的时阵吼。拢总30000多人，39000多人，剩1000个人投降。所以因澳洲的人足钦服日本军的，因讲日本军吼，这是剑神，尤其这高山族的，高山族拢总才4000个鸟，4000个啊，去将麦克阿瑟的克拉克空军基地吼，甲歼灭。所以啊，麦克阿瑟将军吼。足气台湾人，伊足气台湾人，所以将台湾人哦交予支那咧管，伊唔敢来打台湾，所以啊跳过台湾去打奥克纳瓦。奥克纳瓦迄阵才10万兵尔，伊用50万兵甲打，所以迄阵啊奥克纳瓦死伤足惨重的。啊，这剑神吼，伊讲吼，迄阵啊蒋介石嘛讲啊。这个，伊安怎讲日本人呢？日本人吼，这个嘴内底吼无讲礼义廉耻啦，这是讲咧讲日本人哦，嘴内底拢无咧讲礼义廉耻。唔过吼，因无论食饭、穿衫、大、行路，一切行动啊，伊的精神啊，无形中啊。拢合乎礼义廉耻，这都是日本人。啊，唔是像讲支那人吼，礼义廉耻挂在口上，从来没有守。哦，因讲我这温良恭俭让，哦，从来都没有守过。啊，这种因都是践行，这4000外的践行哦，迄阵连日本人都足配合咱高山军呢。伊讲吼，高山军吼，全伊叫剑神嘛，所以讲吼，迄阵咱台湾哦，会使算常用的。啊，咱知影讲，咱这同心啊，来这训练3天的目的是要创啥？头一个目的啊，爱将大家啊，拢就是恁是支那人，那毋是，爱甲恁变做台湾人。啊，各位台湾人啊，甲恁变做本土的台湾人，哦，这3天的目的就是安尼尔。啊，过来啊，爱将大家啊训练做八法力的日本天皇的宝贝，爱八法力才会当做天皇的宝贝。八什么法力？就是万国公法、甲国际法、战争法，这法律啊，这法律。你若捌，伊才会保护你；你若毋捌法律，伊就袂保护你。哦，这足简单的道理。1874年，哈，这个、李先德啊，李先德就是迄阵啊，美国驻厦门的大使。伊写这本册，哈，对台湾的影响足大。伊讲，哈，台湾这些高山族啊，是毋是属中国的？到尾伊个结论是，唔是无属中国管。
啊，伊安怎讲咱高山族呢？甚至讲平埔族，伊是讲规台湾所有的族群啊。啊，伫个南甲之盟吼，南甲之盟就是即李先德甲卓奇笃定的契约。卓奇笃这个人，伊是高山族的一个排湾族的头目。啊，这个人捌参加过南北战争。李先德吼，伊的特征就是吼，伊的左眼是义眼，所以伊咧甲卓奇笃谈判的时阵吼，伊讲吼，这是我甲你讲的啦。伊讲我的目睭吼，会当看到我的后脑壳啊，你要信无？哦，卓奇笃讲，那有可能？哦，伊马上将伊的预言摕来，哦，安尼有看到我的后脑壳啊嘛？哦，卓奇笃吼，就安尼讲足相信伊，所以对伊吼真好，因变好朋友。啊，现在签这南甲之盟呢，这就是因为迄阵啊，罗密号吼，伫个卓奇笃在地界触礁，触礁了吼。因遐个船员吼，去予卓奇笃的人甲抬死，抬死了后，李先德去含伊谈判，谈判的时阵就签这个契约，吼，这南甲之盟。即卖垦丁灯塔有无？鹅銮鼻灯塔都是因为南甲之盟吼起的。起个鹅銮鼻灯塔的时阵哦，迄钱啊是美国人出的哦，迄块地啊是卓奇笃的地，啊因。签这个约了吼，讲阿伯，恁若阁有船难吼，爱举红旗啊，安尼阮才会知影讲恁是船难，无阮会同款阁甲恁抬，因为较早因着受真侪外族的人吼抬过，所以卓奇笃的人足切外国人诶，所有的来的人吼，拢要甲恁抬一款安尼，所以迄阵啊，甲这個李先德订的合约的时阵吼，这个南甲之盟吼，这个合约啊。啊，搁藏伫美国的国会哦，这啊搁查有，咱来上网吼查一下南甲之盟吼，都拢出来。啊，李先德吼，伊记下吼，每一个地方平埔族啊，要这原住民吼，体态健壮，外貌俊俏，行为勇敢哦，这都是咱平埔族的哦，朴实有礼。非常信守承诺哦，这咱拢知影，咱台湾人哦，足信守承诺的，无像人家吉那人啊。咱讲啊，印人较惨死啊，对不对？哦，咱台湾人哦，印人较惨死呢。所以哦，你唔通黑白答应人代志，唔通像中国人哦，答应你规牛车做无一趟事啊。伊讲吼，即个平埔族个吼。对虎军的整洁程度哦，几近一尘不染，可以跟欧洲的魔幻农场相比。所以吼，咱遐平埔族啊，拢迄阵啊，拢足注重家己的所在。所以咱平埔族啊、高山族啊，咱的原住民啊，拢足健康的，就是去学这吉纳人给创派。啊，伫1933年的12月26号哈。迄阵啊，算圣诞节起啦。迄阵啊，伫个蒙特维多内底吼，有19个国家去开会，伊通过一个合约吼，即蒙特维多公约。迄阵啊，蒙特维多公约通过的时阵吼，有定义，虾米叫做国家？要做这国家吼，爱有权利甲义务，所以一定会发表这权利跟义务的公约。安尼才会当做一个国家。啊，伊要做一个国家之前哦，伊有这四个条件。要做一个国家哦，吉纳人啊，伊的文化就较无同。伊的文化就是安怎？伫长城内底吼，抬人头，就是才会当做国家。安尼有清楚？这个国，伫长城内底抬人头，才会当做国家。哦，这伊个字写甲真清楚。啊，伊个家，什么叫这家？伊个字典吼，解释甲足清楚的哦。
伊讲家吼是亲人共同生活的地方，啊，咱来看看伊的亲人是啥。好，这家哦，房子里面他的亲人都是猪啊，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伊的家，这是支那人的理由，足清楚的。所以支那人的因为是不是猪的传人，真清楚嘛？无必要辩解啊，你搁辩解嘛无效。这边的国家作为一个国家才有缔约宣战战争的权利，不是国家没有不可以跟人家订条约，所以左其堵一家要订一个蓝甲之盟，有没有？因为他不是国家，国家才有权利订条约，才会这样宣战，才会进行战争。啊，不过虽然会使进行战争啊，是国家才有权利哦，人民是无迄权利通战战争的哦，人民嘛袂使拒绝战争哦，因为战争啊，这就是全国的代志啊，人民袂使发动战争的哦，国家作为国际的法人啊，要有四个条件，对吧？第一个条件。要有确定的居民，第二个要有领土，第三个要有政府，第四个要有外交权。啊，你唔通袂记，咱做一个家，用外国人的观念啊，嘛是同款。同款要有四个条件，好不好？家，外国人的观念里面，你一定要有人嘛，要有大的所在。爱当管理家己，爱有法度甲你的厝边交往。啊，这个人啊，你要确定偌济人啊，对不对？你若唔知影恁家几个人，你要哪做家？恁家连几个人你都唔知，你出去要买便当买几个，你知影？所以你一定要确定恁家几个人，啊，唔知知影讲我今日出去要买几个便当回来，对不对？啊，你若问你的小朋友讲，哎，恁家几个人？小朋友呢，要讲话超拢知影哦。我们家哦，有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哥哥弟弟姐姐，伊拢算会出来。袂当讲一个国家十二亿、十七亿，伊都唔知影，安尼就不成为国家。中共吼实施一胎化政策，所以伊唔知伊家己国家内底几个人。一胎化政策。也真侪人唔敢报户口，因为若报户口落去吼，都爱罚钱啊！啊，生着查某的唔能报，啊，无就做两脚羊。所以吼，中国人一直讲，因是一个国家，头一个条件伊就不符合啊。哦，啊，第二个条件，领土，中国人的领土，四周围甲所有的国家拢有纠纷，安尼是变哪？做国家，你的厝边呐，所有的厝边，一日干拢在跟你冤家，你才住会落去吗？足简单的道理嘛，哦，所以要做一个国家，头一个啊，人上重要，爱知影你几个人啊。啊，若无我中国十二亿，我进口一亿人要食的黄豆啊，要哪有够？一届就要进口十三亿，对吧？安尼唔才有够。要进石油，爱进偌济？唔只知影，啊，有一个讲十七亿人啊，十二亿人，家己搞不清楚，啊，迄就惨啊！便当唔知影要买几个啊，所以吼，足简单的道理啊。啊，这有效的政府，这有效的政府吼，唔是讲爱管理的人民啊，袂使为北京刷去南京，袂使为南京刷去西藏，这唔是叫做政府啊，这是叫做军属政府，对不对？一个政府啊，袂当限制你的人民啊，敢若领导啊，袂当限制你的囝啊，你的兄弟啊，要来困一间，要来困那间，你就讲你家己骨间介多一间，家己去困对无？咱家房间虽然无够，无你租房去困嘛，吼，在你家己间，那会当讲你一定要甲我困平数，对不对？袂使呢，这都唔是叫做政府啊，吼，咱的刀嘛同款啊。爱家己，我都管理家己，就是这个原因啊。
袂当讲管你个囝，你袂使甲他困厨房哦。伊若要困厨房哦，你嘛爱要困，知毋知？啊，你爱有法度通甲隔壁交往，哦，啊，你甲隔壁拢有土地纠纷，是要安怎共交往？哦，所以中国讲伊是一个联合国个国家，早晚会有出问题，哦。在澳洲啊，这个、人权公约啊，在1953年9月初3迄天就通过啊。伊规定哦，禁止任何人哦，提起任何人的国籍，啊，佫袂使禁止啊，任何人出入伊家己的国家。这都是上重要的观念嘛，因为人足重要的，因为人是安怎重要？人是上帝所创造的，足宝贝。你袂当限制伊的自由啊！啊，你爱保障伊的财产，这都是人权公约、人权公约内底规定个足清楚的吼。伫1976年啊，联合国嘛通过两个公约，号做《人权两公约》，这嘛是咧规定人权的代志。第一个公约就是公民的政治跟权利，第二个就是经济、社会、文化的权利。哦，这两个公约啊，拢真做国际法啦。哦，啊，国际法就是爱守。中国人吼签嘛就签啊啦，这嘛中国人起草的哦，伊嘛参加起草嘛签啊，唔过因将来无咧守啊。啊，无国际公约、国际法律有一点，有一点迄个法律就是吼，咱啊无守约啊，无虾米法则啦。哦，国际法内底，伊袂当讲你无守法啊，我甲你判三等。哦，你无守这条法律，我甲你判5年，无这款法律啦。国际法吼，你若无守，干来当甲你制裁，就敢若即卖美国咧甲苏俄制裁同款，这就是国际法。哦，伊袂当甲你判讲你死刑，哦，你啊关三等，无迄款法则。国际法吼，就是用制裁。啊，咱秘书长吼，伫个2006年的时阵，就是率领只228个人，本土的台湾人。啊，这228个本土的台湾人吼，是包括咱所有的人啊。哦，这是代表尔啦，代表咱去控告美国，就是因为有这人权公约。这人权公约吼，咱告美国了后，才会当成功。有这人权公约吼，咱告啊。因为他说我们不能自由进出我们的国籍国，所以我们国美国欢迎他就接受了，他本来他是没接受的，美国的政府他很大声，我是美国政府呢，政府哪有在控告的，我是国家呢，美国的法律我哪规定得很清楚，他的总统是没在受刑罚的追诉的哦，所以个总统是无咧用过呀。啊，唔过啊，这个、人权公约啊，是美国家己写的，所以伊嘛爱修约，爱修约就是爱修这个爱自由进出国境的约啦。啊，所以咱个过了啊，秘书长个过了啊，伊个法院经过12次的公房了，又做5件的判决。伊讲吼。The people of Taiwan 哈 ，The people of Taiwan 就是定金伫台湾遮个人啊。啊，那 The people on Taiwan 就是伫个台湾顶头遮个人啊。On 甲 off 哈，无同个所在伫遮。哦，第一点，伊判讲吼 ，The people of Taiwan 个人吼无国籍。哦，第二点讲无家己个政府，无国际承认个政府。第三点讲。生活在政治的联合当中。第四点啊，伊讲美国军事政府还佫占领台湾当中。第五点吼，伊判美国的政府爱帮咱咱遮的台湾人啊，爱达成遮的愿望。第一啦，爱恢复国籍，爱成立家己的政府，爱脱离政治联合，爱遵照和平条约下去走。这是第五点的判决。
啊，所以伫咧2009年的时候呢，美国政府放弃抗辩权。伫咧2009年10月初5，最高法院宣布搁置本案。啊，真侪台湾人啊，真侪一寡国际法律专家啊，拢讲吼，这顶赖吼，这怕输啊，秘书长怕输啊。其实吼，美国法律制度顶赖意思，唔是吼这怕输啊，意思吼这等待审理啊。是安怎爱等待审理？因为吼，美国政府讲，伊找无台湾人啊。伊讲，伊无看台湾人伫对，所以美国法院规定，美国的行政单位啊，爱甲台湾人找出来，所以爱找出来中间，就是爱遵照金山和平条约咧行嘛，就是伊看的拢，所有拢是领这张身份证的人嘛，啊，这张身份证顶头嘛写甲真清楚。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对不对？伊也无写台湾身份证啊，所以讲美国政府伊讲伊看无台湾人的原因伫遮，所有的人拢领这张，啊，这张啊是国民身份证呢，国民是袂当选举的呢，敢若美国的绿卡，美国你摕有绿卡，虽然会使住美国啊，袂使选美国总统呢。嘛未使选美国的参议院、众议院的议员呢，所以绿卡跟 ID 卡完全无同啊。下面有这 ID 卡 ，ID 卡就是公民证，哦，啊，国民证啊是未使选举的呢。国民证啊是爱公民啊才有权利呢。中华民国的宪法嘛写得真清楚哦，哦，公民啊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个权利嘛。唔过问题就是出题啊，这张唔是公民啊，这张是干那国民俩。啊，因拢知影，所以因啊拜托恁去选举，吼、哦，电视广告恁来选举啊，犹太恁来选举，啥啦？犹太恁来选举，因为恁每顿一票给我，拢给我230块。啊，那论真讲，伊是爱贴咱车钱去甲顿票才对呢。后者讲，咱登一张票给伊，还佫立203给伊，这做无理的哦。啊，那领这张国民的身份证啊，是袂使做兵的呢。你若伫美国摕绿卡，是袂免做兵呢。你若摕绿卡要去做兵，做完兵了，就变做美国的公民啊。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拢同款，你只要若做伊的兵了后啊，就变伊的公民啊，因为你效忠伊的国家啦。啊，这是日本时代做的户口名簿。您即阵请嘛请有哦。您请的时阵吼，您真足看您家己日治时期的户口成本。伊户口成本顶头写个真清楚吼，这缠足啊，缠足就是迄阵啊清国的时阵吼，清国伊咧甲你满化的时阵啊，伊甲咱教讲这是汉化哇，其实是满化。满化的时阵吼。女孩子要缠足，啊，男孩子要留辫子，哦，啊，如果不从呢？很简单，砍头。所以每一个人都留辫子了，啊，每一个人都缠小脚啊，哦，所以清国人哦，足巧的，管中国、管台湾212冬啊，所以哦，已经无汉民族啊，所有的人拢变做旗人啊。哦，拢留辫子啊嘛，啊，甲恁讲汉，因拢是汉人，拢纯种诶。啊，这顶头著名阿武，就是有吸食鸦片诶。哦，有吸食鸦片，就是著名阿片啊。啊，那著名福无，这是咱边部族啊吼，已经未记诶家己诶母语啊。啊，讲河洛话，伊就著名胡；啊，若讲广东话、客家话，就著名广；啊，若吉纳人呢？吉纳人伊著名清国人啊，哇！清国人伊写一个“吉”；啊，若内地人呢？
内地人就是日本，日本人因叫做内地人。啊，有一种涂黑啊，涂黑的这就是种别的，叫涂黑。涂黑有时啊著名吼，无爱互你看的。这个涂黑我，那我迄个资料涂黑，就是因为惊你看到嘛。哎、啊，日本人咧做户口真详细，无差几那人吼，清清菜菜。反正因几个人也无差，因诶腰腰足简单咧。中国人的历史吼，腰几远的时阵啊，从你的囝吼，甲我的囝相换就好啊，相换要怎啊？哎，反正咧饥荒嘛，无啥好通食。你个囝换来我食，我会换你食，安尼就袂讲杀家己个亲生囝，知毋知？叫做一死而死啊！这是日本时代哈，无迄个中华民国都来的时阵啊，这报纸哈，《台湾新生报》，长官公署将改为省政府。长官公署就是迄阵个警备司令部，迄长官公署啊，就是迄阵个军事政府啦。啊，这啊，日本时代报纸昭和十三年哦，二月二三，这日记还阁伫只。伊讲台北新竹啊，敌机来袭，啊，敌机是倒个飞机咧，甲你轰炸。哎，咱是甲美国相战啊！哦，咱迄阵啊是日本啊，咱是大日本帝国啊，大日本帝国台湾，迄阵啊是甲美国相战。美国相战的时阵，美国飞行机来甲咱轰炸，咱的战斗机啊去甲击退。哦，这报纸拢顶头写真清楚。啊，这是中华民国哦，流亡军来台湾的时阵啊。伊伫个消防组的车顶，这台消防组阁是日本人的哦。日本人的消防组车吼，顶头架机枪，扫射，伫个台南新区的所在。这是联合国吼，这个达特奥提斯吼，奥提森这个人吼，亲眼看的。机枪讲架咧消防组顶头，安住喺台南遐安尼扫射，沿路扫射。啊，咱拄啊知影讲国民身份证吼袂当选举的原因就是遮。即中华民国吼，不发过公民证，即张公民证真经典哦。即张是高志航的公民证，高志航是中国吼伊个空军司令。即张公民证是蒋介石吼亲自颁发的。伊要选举的时阵吼，还有即张。还有一个宣誓，这是在某平县，山东烟台。这在三十三年的时候，因要选举的时候，都要公民证，还有一个宣誓哦。这样，在浙江龙游县庙下乡人，这位向锦寿，伊爱宣誓，哦宣誓登记才能去投票，这就是公民证。这样，公民证，好不？这个吼是第一届哦，台湾第一届的市议员吼的选举代表的选举。这公民证吼，这张是台中县哦县长刘纯忠，这是第一任的县长刘纯忠所发的公民证。哦，要选举进前啊。爱领公民证，这个嘛是公民证，这是新竹啊，琼，敢那琼林遐一款，琼林乡，爱宣誓登记，哦，拢共迄天，伫个三十五年二月初十迄天，伊在讲民国三十五年啦，哦，啊，其实民国三十五年的时阵，迄阵已经会使算流亡啊啦，这嘛是公民证，有无？这是伫高雄的冈山，冈山吼，伊个馆长迄阵也是谢东明，谢东明应该大家拢熟悉啦。哦，这发的公民哦，所以咱即马所领的国民身份证啊，是袂使去选举的哦。
这是廖吉利，这嘛是伫新德，同款迄天哦，宣誓登记。所以啊，咱要达成世界和平啊！世界和平哦，就是爱用国际法、万国公法才有法度达成世界和平。啊，是万国公法内最有国际法的这铁则啊。第一条就是占领啊，袂使移转主权。啊，第二条就是流亡政府啊，袂使就地合法。哦，袂当讲在法国流亡政府啊，流亡去伦敦，伊嘛袂当将伦敦变成法国人诶，对不对？比利时啊，流亡去伦敦嘛袂当讲变做伊诶啊。韩国流亡去上海，吐蕃流亡在德兰萨拉，即个较近吼，伊拢甲咱教讲安怎？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哦，所以伊拢甲你教假诶物件。历史吼是要创啥？历史就是要见往开来。你若无法度让见往开来，你就没有未来了嘛。你没有办法见察以前，你就没有办法开创未来。所以中国人、中国人注定爱灭亡，因为他们都是造假，所以才会灭亡。这中华民国流亡在台北吼，所以也简称为中华台北，对不对？大清帝国啊，是无去用灭亡的啊！啊、哦，你唔通解释讲，伊去用灭亡去啊！大清帝国，恁因即马讲普通话无？北京话哦，北谁来讲北京话？就是因为伊那个是满洲人啊！哦，伊是去用继承啊！因甲恁骗讲，即马拢讲普通话，啊结果普通话干一种尔，对不对？这是迄阵啊，清国的时阵，有无？伫台湾啊，每一个拢留辫子，有无？这是马偕医生啊，马偕迄阵啊来台湾做牙医的时阵吼，吼、哦，甲咱台湾啊满真侪喙齿。迄阵啊拢满化，有无？每一个男生啊都留辫子，哦，做清楚，每一个都留辫子，连马偕医生娶的台湾某啊都绑小脚。穿旗袍，因为安怎，你若没有留辫子，没有绑小脚，砍头啊，所以很简单，他们就砍头就好了。啊，咱今日吼，这时间嘛差不多啊吼，所以因这人去外国留学啊，去留学去学英文啊，嘛留辫子哇，历史啊。就是要见往开来，啊！你的历史那拢写假的，你这个国家一定会灭亡的，这是难免的啦。哦，这就敢若吼，因定甲咱教讲哦，铁杵啊，只要有恒心就可以磨成绣花针，这唔对的哈。只有钢杵啊，才可以磨成绣花针，啊、哦，木杵啊，只可以磨成啊牙签。哦，你唔通就是讲铁杵有法度磨成绣花针，铁杵你磨到遐细吼，一定做软的，无法度做尖。啊，唔通因为因拢甲你教唔对了，铁杵没办法磨成绣花针吼、哦。这就是中华民国啊，已经灭亡的证据。这伫咧南京哦，南京伊的这个历史走廊内底写甲真清楚。1912年到1949年，啊，其实1912中间啊，啊，佫几啊年拢咧四个政府咧战争嘛，所以根本那佫咧内乱的时阵嘛，好、哦，安尼咱今日的课啊，就讲到这，谢谢，谢谢各位。各位同学，下课休困，下课休困。